手擂台。躺在床上，对吧？讲什么衫爱烫掉，头爱烫掉，对吧？气家动手由上到下呢，才可以帮他驱离，对不对？很奇怪。乱摸乱按，我跟你讲啦，你不觉得你很变态吗？贵姓了后，我足惊讲阮秋阳啊，规个头壳乌。我跟你讲啦，恁囝知吼，一定会观察跳出来啦，跳出来，跳出来催你啦。没有啊，就催你这个大哥啦。好，啊你阳气刚没？阳气刚没？会晓没？我请问会晓去搞没？我带他去学什么民俗疗法？是，哈、哦，民俗疗法。是，我知影阮媳妇，就阮后生过身了后，伊暗时啊困，歹困，是，无好困，是。所以我甲一世界去甲带去，带去庙里来求神拜佛啦。结果咧，我甲想什么？嘛无得到什么好果。哎呀，你这个阴的啦！是你这鬼啦！我跟你讲啦，我啦，阮是别了解讲。你敢有叫伊讲，你要甲拍气功，要甲消除一寡晦气的时阵，你敢有叫伊脱衫？你敢有甲上下其手？有无？我无甲上下其手，绝对拢无。哦，你叫伊脱衫？啊，你叫伊脱衫无？你有在想？为什么爱脱？民俗疗法，为什么爱脱？我是甲刮痧。以前你甲刮痧，后边会较只偏气血唔在，是。伊会甲我讲啊，我只后较只偏后无啥爽快哦。是。啊，迄个大官，你来甲我考察一下。好、哦，啊，我就去甲斗用，甚至伊卖搞斗用。好、哦，所以咱这么这种正常的代志啊，咱就要给他们听。如果真的是要刮痧的话，真的衣服是要脱的，是啊，而且是女方哦，秋香啊，主动把衣服脱下来刮痧，那、只有刮背就对了。不对，但是我已经我是抱着一个长辈，是，你啊，甲咱该当作是我祖先咧疼他，真认他，这绝对无啥物不良的地方。所以现在听到的都是。有问题的都有解答 哦，他都有话要说。而且我会觉得说，公公好像对媳妇还不错哎，我现在听起来。对，自己的女人来看待。啊，如果就是要阿伯娶来做老婆的啊，你看。啊。我安尼做吼，完全是咧关心阮这个可怜的舅兄啊啦。我来讲啦，我有那足够伊的身体啦。谢先生，你有想讲有一天会当把这舅兄啊娶起来做你的啊？就是做。我到今我无这种想法哦，我嘛总希望讲伊会当去交一个男朋友，吼，唔当浪费伊的青春。哦，伊咧讲啊，你哦，那刚刚我们陪审团讲说，他发觉这公公对媳妇儿真的很好，对啊，对啊。但是为什么让媳妇儿也可以把这一番话跟她的男朋友讲说，她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拢要未讲的啦。啊，所以你认定我徐芳阿伯阿你讲没？哦，徐芳阿伯阿你讲，拢是个个人讲出来的。对，伊个咧偷看，唔知咧想啥，真了上网咧怪查某囡仔，咧偷看咧胡思乱想，唔知咧想啥物，我搁就对啦。我甲你讲啦，秋香跟我做好个啦，伊才会跟我讲啦。是，阮两个嘛斗阵啦，对不？那不是秋香，因为要遵守因翁进前死的时阵，他临终遗言，他也不会跟你讲啦。阮秋香的思想无像你啊垃圾啦，太高啦，小弟哥就是你啦。真正变态是你，叫人门卖乖嘛，安怎嘛讲过啊？是，蒙卡蒙。啊，那是你变态啥？没关系，啊，为什么？我跟你讲，做气功疗法，阮秋香为什么在家里做，还要脱衣服？没有女气功师吗？不可能，所以说你从头到尾就怀疑他，根本就像秋香所说的，公公对他完完全就有性骚扰，一定有。那怎么办呢？秋香他想要叫我帮他脱离他个人的魔掌，是，所以他拜托我，哭着跟我讲，叫我去他们家安装摄像机，如果可以拍下你对他性骚扰的证据啊。大家记得代志哦，我暗中已经我拢有所调查啦，我想哦，你绝对是要怪阮媳妇的啦。这个人哦，已经有女朋友了啦，佮想要怪阮媳妇。女朋友？你有女朋友？你有女朋友吗？佮相机哦，我甲阮对面哦，用望远镜在甲阮看，你看阮到一举一动，这是私窥狂哦，偷窥狂啦！你有没有这么做？哦、你真的有女朋友？为什么还跟秋香在一起？我有女朋友，可是我在跟秋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拆了。好，可以接受。哦、那你装了以后怎么样？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对，他的床上、床下全部都是色情书刊啊。是，还有充气娃娃。你想，他是人家公公，在家里放那个一个做媳妇了，会不会扫进你家里的房间？大姨公再出来啊，会当证明讲我有那是正常的啊。哦，我是靠这个物件，家己咧安慰家己啊。我讲是变态啦。所以我未去搞我是安装。后来呢？后来啊，你们就安装好了，还有没有？安装好后啊，我就跟秋香讨论。除了我们要收集证据，我们要让他坐牢以外，我们要跟他请求精神培养金50万，然后我可以跟秋香去结婚，我们可以开一间精米店，以后我们重新过我们的生活，都每天不眠不休的在监看录影带啊。对，我就跟他，对，看到什么？保守保脚，前面保守保脚，我
就发现你好像知道我有装摄影机啊，然后很小心啊，故意让我抓不到你的证据啊。啊，好，所以你看到你摄影机摆上去的时候，你看到他有对秋香毛手毛脚，可是事后却看不到任何的一个动作。对，因为你怀疑他知道了，谢先生，所以你了解有增摄影，因为出来有叮当嘛，所以你讲哎，跟他怪怪啊呢，所以你明知影就对。对，你知道他们两个在交往。婆婆知影。你婆婆知影，哎，你来这样装针孔，你是知，你嘛是知影。我嘛知。你无问秋香有啥物爱装这個？今仔我就无去甲问啊，哦，但是我知影伊这种不应该的事，我有去甲观察啦。嗯。我想讲啊，伊若对我有危害，我就爱跳出来讲啊。阿里炳泽阿公以前都没有来走，秋香还愿意让他来装摄影机，就表示你的问题比较重啊。其实啊，因为我也累了啦，然后看他都没有什么动作，然后好，我就休息了一下。隔一天，我又在倒带看一下前一天的那个录影的过程嘛。后来又看到他，居然强暴秋香，这不能用，操他我啊！我说啊，说你不得进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做女朋友，你欺负哎！啊！是啊，你唔得进步啊！进步啥子啊？啊！你看我狡辩什么理由？你看人，看人在什么理由？啊！说什么气功？我话，我看你家里被盗了，你家里被抬了，你啦！啊！啊！讲些笑话。看到什么画面呢？你跟他讲呢？还好，就是讲些气功啦，说什么可以用阴阳调和呀，然后逼出他身上的晦气呀，然后叫晚上去你房间呐。然后秋香很害怕啊，可是根本没想到你竟然又扑过去了啦。结果呢？然后他最后挣扎，他根本抵挡不了啊。是，对。然后你做出这种下流的动作，你当然是不是人啊？禁锢啊！禁锢干出来啊！禁锢！禁锢你听啊！啊！什么枪？什么枪？枪？啊？啊？啊！这是他讲的证据。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少年，你干嘛？哎，这是他的证据。啊！哎呦，我个 copy 都贵了得啦！啊！我把你这种借口给当个例，你偷跨弯刀的一切，我告诉你啦，个例，我就放在眼里啊！李玲玲，这一切都是他所做的。不行，是甚至强暴秋香，最后强暴我女朋友了。好，全部的录影带里面都通有。对啊，虽然在恼羞成怒把它丢掉了，你有 copy 很多卷就对了，所以你不用怕，根本不用担心啊。所以你现在看到这种情形，也让他了解这种事情，你准备对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最好现在拿出200万出来做我跟秋香的精神赔偿。200万，不然我就把监视录影带拿到警察局啊。这个物件你替我查去报警啦。你如果全部拿出来，全都会变成我的证，变成我的证，你的证据，我要反告你，偷跨弯刀，包括了什么隐私权啦，那偷跨弯刀的一举一动啦，这种代志，我被整怪完啦。听都听得懂啦，你这边是告不成的啦吼。因为你这边事实跟秋香在录影带当中里面看到你跟他是有亲密的关系，对啊，这个事实是摆出来的吼。但是这个时候就看秋香要不要告，秋香到底要告谁呢？对，因为如果秋香要告他说，哦，他是因为妨碍人家的隐私权，嗯，那除了秋香要告你的话，那你告不完的哦，你真的是强暴人家，这是问题的。对啊。好啊，所以你觉得秋香要站在哪一边？我站边。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你这边？因为我跟他是你情我愿，啊，已经承认了，已经承认了，没有强暴啦，是你情我愿。所以你现在证明说你跟秋香真的有发生关系，是不是？有这关系，对。好，所以你认定秋香跟他发生关系，这个录影带当中秋香是被逼的，一定是被逼的啦！你就是这色老头啊！好，强迫他，你小弟哥啦，你要北动啦，你才乱说啊！好，秋香一定是爱我，才不会爱你这老头嘞！你说你放心啦，一定是我这边的啦。所以秋香如果不爱你，怎么会跟你一起两个来监控他们整家？最后看到他被强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啦，对不对？没错。好，所以这个要告死人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求他怎么样？要求他付200万出来呀。好，付200万，愿意付吗？没给，没给。好，然后我都要买个钱。你在嚣张啊！你在嚣张啊！我告诉你啊，等秋香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气挂买啊！哦，对，秋香是被你逼的啦，真的。你喜欢戏啦你？他最后的狐狸尾巴终于伸出来了，告诉我们大家，他跟真的跟秋香的那一段暧昧的关系，甚至发生关系，实际上在录影带里面都看得到。这个时候你相信谁？看光哎，马海雄信仪。
对不对？不是我啊。好，所以我们让秋香出现，来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公公到底有多恐怖。一起来欢迎秋香来。来，秋香。徐正贤，你个王八蛋，你说什么东西呀？啊？什么？我刚好。哇！这明天小几个了啊？你们准备开完全用了？什么意思？我帮你，不要怕他啊！缠着我，要我当他女朋友，少往脸上贴金啊！我还帮你，你还去打他？你推什么啊？我干嘛？自己不要脸啊！怎么不要脸？我告诉你啊，他是偷窥狂啊！我要他付我车收费，我们一人100万，200万给我们。